先给你们看看腿，看看腿，看看腿，别走光了。我穿的裤，我穿的那个。哎呀，这个好好吓人啊！刚刚这个什么东西过去了？我想尿尿。哎，尿呗。不太好，我觉得穿这个衣服尿尿玷污了这个衣服。记得关门啊。救命啊！怎么了？半张脸还是挺好看，我要哭了。为什么我一穿这个衣服，直播间就有人了？有没有搞错？接下来付费节目好吗？你给我灯牌都给我上一上，灯牌都给我上一上好吗？我要疯了，我不行啊啊！有没有口罩啊？去给我拿口罩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哇，火箭！谢谢叛逆你送的火箭。好，我这就出来了，我这就出来了，谢谢火箭。好，出来了。不要口罩吗？我要口罩，快给我一个口罩。戴口罩，好像那个蜡笔小新里面那个红蝎子，对。快点。又瘦又高啊！我不要啊！大家鼓励鼓励！露出你的大长腿！别抬手，别抬手！不好意思。你笑什么？你笑什么呀？笑什么？哦，我要走光。别抬手，拜拜！别抬手，我刚刚又露出来了，笑什么？Hello， 안녕，腿毛，衣服好短呀，它真的好短。因为我买的是水手啊，水手服啊。耳朵呢？还要耳朵啊？又离谱了。这个不太好穿。
不是还有穿什么？我想把这个线要不拆了吧，反正我感觉要先退回去，把这个穿了，这个不拆。这个线怎么拆？不知道。呀。没有走过，你过去站在，你过去坐在中央。哎，要不要剪？就是因为你的色心，其实这裙子还蛮好看的。穿一下。干嘛？哎呀，走光了！你都把我裙子掀起来了。我就喜欢掀你的裙子。你这个变态，你个色狼。可以了吧？哇，这个裙子好大哟！哇塞，哇，你们女孩子好厉害。哇，我好像一朵花。你在屏幕中间。转一个圈，嗯，转一个圈，我靠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那裙子怎么会飞起来呀？那是直升机吗？直升机都没有这个马力！穿打底裤，知不知道？我跟你讲，太危险了，一定要穿打底裤，各位可爱们。我刚刚看到一条泳裤，一定要穿打底裤子。就是这样打底裤，你看这就安全很多，就像这个样子，你知道吗？不管怎么转都没有事情。哇，这样我自信了好多了，刚刚那个太……我们就这样截屏吧。我很笑死，让截张屏，你好好看啊，你怎么这么好看啊，你给我等着。女孩子一定要穿打底裤，知道吗？哎呦走光了，就是很大还蛮，这样可以转一个圈。不要穿这么危险的衣服，各位女孩子。可以穿，可以脱了吧？可以脱了吗？走了哈。套穿，你穿一下。我为什么要穿？想要套穿吗？想要套穿吗？不行，那是下一次。不行，现在就投票吧。等一下，我不想穿这个入金。不行不行。行，想不想让浩浩穿？投票。我看是我继续穿还是想让他们。什么叫你继续穿还是我？放来看看。
不行，我跟你讲，穿打底裤不然太危险。刚笑我眼泪都出来了，不要笑。其实这样还好，只要不穿裙子就还行。我觉得你穿的真的好猛。好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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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加油！你这个比的就不一样。没有，我比的是他们想让我继续穿，我们继续穿的话，我就再播，我们还可以再播，对不对？然后是想要浩浩穿呢，还是想让我继续穿？我穿的就是下一次播，下一次是女仆装。那女仆装你也没买呀？那也哦，那 PK 就是穿女仆和穿 JK 选一个。穿 JK 啊，是我穿啊。但现在 PK 就是想不想让浩穿，因为他们。但是因为你上次输了，所以你穿 JK， 那我又没有输，我为什么要穿女仆？我们这次输了就是你穿，就是想要浩继续想要，我们这次比的是我继续穿还是你穿，不就好了吗？其实这个你也可以穿的。不是。你笑啊！你不刚不笑很开心吗？这不公平！这不公平！刚刚不是笑得很开心？这不公平！还有30秒，这不公平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不公平。哎，你们一个人都不投我啊，好歹给我一个小星星吧。这不公平，这不公平。好歹给我。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不公平的比赛。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比赛，他们不想看我继续穿，他们想看你穿。本来别人已经看过了，肯定不想看啊。没关系啊，谢谢谁给我的小星星，谢谢深渊给了一颗小星星，来吧，去换衣服，这不公平，这不公平，这不公平，不行，不公平，不公平，不公平。刚我穿就一个火箭送给我，你穿呢？我不信，你信，快点，想不想让浩浩穿？想不想让浩浩穿？我不信，讲吧，对吧？买了别浪费呀，两个人都要穿，刚我穿，你看他们多捧场，现在你也穿。那我穿他们不会那么捧场，你们会捧场了吧？你们是不是会比让我穿还会更捧场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会吧？会吧？啊，大家여러분가족들怎么样？你看他们都说会，来吧，小宝贝儿。你不准穿打底裤哦。快点。你们哄一哄浩浩嘛，他现在不愿意动。他耍赖，我没耍赖，走，耍赖，走吧，来。拜拜。早餐准了啊。你耍赖。我没耍赖。妥了，快。不呀，我你耍赖，我没耍赖呀，你耍赖，我没耍赖，你耍赖，没有。那下次穿女服装我也这样吧。别发现呀，哎，脱了，都脱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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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，你要脱了，你要后面再能穿。脱了，脱了，快点，脱了。这个我穿不上。穿得上。这个好大。那边讲。这个腰这么大，我怎么穿啊？我给你系一条裤腰带。这么大我能穿？哎呀，放心啦，穿得上。别，你提住，哎，把你把拉链拉起来。看。
吃不掉。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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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说。他就是最小啊，最小的这么大。还剩这么多呢。那已经够了。快点把衣服脱。不脱。你这衣服不脱怎么行啊？穿上吧，小宝贝儿。怎么这么大？哪挺大？这还不大？来，自己扣上。不大。刚刚好。这玩意儿怎么弄？怎么什么都不会啊？走吧，小乐哥，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嗯，来转个圈圈，一下小裙子，转一下，好看吗？好看吗？看你的耳朵戴了多丑，丑、哦！哇，你比我自然多嘞！果然这种衣服，这种衣服还是适合你。适合你。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好看吗？是不是很乖？是不是很乖？我穿就很猛男。是不是很乖？快点，你们让浩浩开心一下，快点让浩浩开心一下，他现在都不怎么，都很羞涩。嗯。你走几步？为什么？走一下嘛，你们想不想跟他走啊？你之前都没有走。我走了呀。走什么？我转圈了。我转圈了呀。我刚才转了。我走光了，你走呀。我很重要，我走一下光是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啊？喜欢吗？走走走走走，走走走，付费节目了，付费节目了啊，付费节目了。谢北斗星的庆阳自道具，你知道他现在在干嘛吗？他现在在翘着二郎腿，好像好开心的样子。没有啊，穿裙子不应该是翘着二郎腿防止走光吗？他还不准我穿裤子。喜欢吗？喜欢吗？腿好细。还是浩浩好看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浩浩好看。谢谢北斗星的告白的技巧。你怎么还自我欣赏起来了？好看吗？还有这个，哇，真的好可爱。你想干嘛？你个大色狼。当当
炫啊！你要不要自拍一下？看不出。那这衣服好适合你啊！怎么这么好看？怎么感觉光变了？来打一下光。哇哦！哇哦，好好看啊！好好看。妈。那好好看。哇哦，哇哦，那比我刚刚猛男好多了。自己羞涩呢，自己羞涩呢。逐渐上头。干嘛？打一下，这样好看。对不起，我已经晨晨穿出来，怎么就这么糙呢？冲啊，点赞冲50万呀！这就是今天晚的福利，喜欢吗？你记得你以后也要穿女仆装。那也看他们投票啊，他们投票不想让我穿，我就不穿。那就看呗。没有啊，这是给我的福利。你在干嘛？你在欣赏吗？我在打光。你在找最好看的光，方便给他们录屏吗？这怎么还要找我们的？这不能 PK， 那不能 PK。干嘛？付费节目不行，不行，不准给他们看，好看。哼，往那边去一点，看太多呢，你们都看太多呢。干嘛呀？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我什么都没有干呀，什么都没有干呀，什么都没有干。干这之前做这种事情，怎么了？我没做出什么事情呀？看够了吗？够了吗？怎么样啊？够了吗？我家这个衣服到底是买给谁的？我跟你们讲啊，今天下午不是睡觉嘛，然后一觉睡醒了之后，然后他在那边，一直在那边笑，你知道吗？我都不知道他在笑什么。然后他笑，后来我就逼问他，然后他说，你的 JK 到，哦不，你的 JK 到，哦那你怎么开心的？那你晚上就可以穿 JK 呢。果然刚笑可开心，现在呢？他现在也挺开心，他现在在读书。你又远一点。谢谢大50万的。洗澡好了吗？洗澡好啊。洗澡好了吗？好啊。干嘛？要下播了吗？想听一个。要下播了吗？要下播了吗？你自己说呢？要不再停留，让你多欣赏一下。那挺喜欢的，那我们去 PK 吧。那我们去 PK。PK
走开，走开，走开。有自己欣赏吗？有自己欣赏。好看吗？是小说了吗？可以吗？射灯吗？那你灯吧还要一直举着干嘛干嘛吗？这样不也很好看吗？这样好看吗？这个白色的光不好看，有点假。下一场直播安排。拜拜，要不要再欣赏一下？